我今日来分享阮家的小故事吼，啊，我的阿嬷就是渐俭，厝边头尾拄好就是拢在发亲，啊，我细汉逐个月呐拄着要发红啦吼，等等的代志啊，遮个老委员大家全家总动员，倒来种下。我的大家是李氏，民国99年二月初一亡生，南京街拄好大火而停电。啊，我店的因为设置灵堂有少发电机，所以当时诶，急难金发放加供应热食，拢伫店里进行。如果拢赞叹大家连王星嘛要做主宰。我婆婆是紫气委员，编号是10号，吴一凤，晋慈师姐，真正是吼。真欢喜，真感动，也真感恩啊！大家在分享，总是呢可以回溯哈、哦，40-50年前，咱组织一开始，当初5个人的精神，一路一直来啦，组织发上帝。就是地花莲，一直到现在，慈济花祥地啊，面向了国际，大家人拢爱有一份吼，迄种价值感。因为呢，恁也是组织的组成委员，就是一家啦，一家吼。所以咱这个大家庭呐、啊，对社会人间、对国际呢，多数拢是吼国际就地，因在底下也是开始呢推动瓷器，所以咱呢组织会当伫全球一生无量，无量将一生。因为呢，因伫任何一个国家，都是讲我是主席，所以哪里有灾，因那个报国安报转来，都会甲因讲吼，啊恁爱去看，因阿讲回到转来啦，讲哦灾情真重呢，我都甲讲，恁吼。就地呼吁，赶紧去做。台湾会甲恁支持，后面会甲恁支援啦。意思就是叫因讲吼，家己去做，啊去付出，啊就地呼吁，要去帮助的支援台湾会支持。所以很安心，很会当呢，安尼投入去知影讲吼，灾难灾情有多大。报转来，咱就会解开会啊，要安怎救？因呢，如常被帮助的人，还是呢，会过头来，甲组织人讲感恩哦。这个感恩啊，慈济人啊，各有情，都甲看呐，安尼呢，看出了呢，住在伫迄个所在，啊，就是安尼慢慢存长，迄、那个根呐、啊，慢慢扎根，所以讲吼、哦，慈济人真正是真。爱的力量啦，迄份的热情啦，愿意啊，当然啦，迄、那个愿意呢，就是做得欢喜，真欢喜。啊，伊会当他讲底下会当做个真发喜啦，把爱的力量传进出去啊，所以他们呢，见证实际。咱伫咧做，即马呢，全球国外
他可以见证主祭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做啦。故事，这就是叫做故事，历史过去的都历史，所以讲在五六十年前那个历史啦，因在线上听得到资讯呢，很清楚，因安呢都会当讲历史在传，故事听着感动，因会当阁讲，所以安呢，这叫做弘法利生。各位菩萨，恁即马即代，就是啊，师父的弟子的下一代，所以讲吼，恁爱代代相传。嘛是介侪人怀念爸爸妈妈迄个身影，前一阵嘛是阁有师兄师姐讲，大概入来病院吼，拢介欢喜，就是爸爸妈妈就像敢若空气共款，共款伫这个病院内底，四界拢有。啊，阮细汉的时阵，病院要饲伊的时阵，都爱摕扫帚、摕水管，弄到阮两个姐姐做伙清洁、打扫，要予病院饲伊。啊，迄、那个印象都介清，想讲为虾米伫厝会困就好啊，奈阁要叫来遮做。啊，不过细汉较唔捌，不过即马拢捌啦，所以即马真乖，拢有伫做吼。你看永生，因老爸永基，永基的老母美玉，这都是啊。迄当阵阿嬷伫咧做，啊新妇嘛是投入啊。迄当阵啊美月啦，也拢伫病院治肝。永基呢，他就是一摆伫井下伫咧煎。煎迄个香味，你只若煎好，啊，就去病院。可见呐，搁再落来一代，也都爱勤精进呐。但阿公吼，啥物都带袂去，但是呢，迄个业随心，业有福业，业有恶业。但是慈济人所做的呢，就是福业。啊，这个福业在哪里呢？在意识的内底，咱的八识田。啊，这个做，就是付出的在做，做到讲吼，机智同步啦。这个意识无消去，意识在哪底咧？未去和未去。我们有两名。我们现在家聚集了一些70岁以上的法亲，拢总来的家哦。看到大家人健康啦，舒服，看到欢喜。有一次，我们到了资深的法亲家里呀、啊，我们就听到他的心声啦。他说：“我好想好想到某某师姐那边，想要去看她，好、哦、啊，想要跟一起做慈济的姐妹们见见面，说说话。啊，因为呀、啊。”我的脚不好啦，啊老啊啦，啊要见面实在足困难的啦，所以每年三节邀请了他们这些资深的菩萨，回到了我们玉里净思堂来相见欢忆当年呐、啊。我很想念你。嗯，今年94岁啊，真高啊，已经吗？还没有退休呢。我哈每个礼拜六哈拢有环保日啊，伊个定定的煮物件哈，去和咱的环保志工结缘嘞，所以他是我们精进的菩萨，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哈。大家回来哈，回来静下，看舒服哈。啊，有时间都一定定出来。各位，今仔日伫咧分享，应该呢会感觉真欢喜，我有故事好讲。就是迄当阵想到感动，我要去做啦。这就是有想有去做，啊，做来这个开始就已经有福业，有这个福。大家赞叹哦，恁有安尼哦，你足有福的哦，赞叹。
咱就时时警惕自己，诸恶莫作，还要鼓励家己众善奉行，这就是第八信。所以讲，咱吼爱好好啦，念念都是善念。那过去盘点迄、那个价值的生命，既然是拢对，家己回倒转来，今仔日讲的，我爱更加积极，因为呢，岁月啦，带着咱的生命消失去，咱到底呢还过偌久，唔知影，所以都要把握现在，把握现在。亲像过去做对的代志，咱现在更搁在爱较努力做。啊，但是大家人吼，拢年纪有啊啦，凡事呢爱较小心。